山買い買い。山な。やったな。あ、我怎么会？说什么？你也呀。谁看他？二爷，放这啊。你也？那你要拿着拍照才可以。才可以吃啊。才可以啊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小雪，我这么想哦。所以可以把两张照片分开拍啊。你要把它 P 图 P 上去。没有，我就把两张照片上去。这很重哎、欸。我把手都要断掉了。阿嬤都要吓到飞起来了，你看，飞起来了，猪肉大师，结束这个 Happy Birthday， 火锅大师，怎么可以？谁知道你拍的这样？看来 Daddy 失败了，因为都是烟雾啊，得烟哦。交给 Daddy， 你需要等他一分钟。